我是华泰证券同行业务线肖加松，那以后可以叫我加松，松哥。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招股书更新的几个要求吧。大家怎么去分工？这个是目前上一版的招股书和电子的底稿，你们都考一下吧。然后纸质的还有一些底稿，我给你们拿过来啊。谢谢。来，这个。谢谢谢谢。那个行业部分其实需要挖掘的点挺多的，多看一看。没问题，不要特别大压力。唐总，听得到吗？还是不行，能看得见你再说。唐总能听到吗？我可以听到。